疯了。我知道野外生存训练要训练这个内容，饿极了，实在没有食物了，那我也吃。侦察兵连吃个饭都这么不容易啊，真想问问他们，这会儿是不是怀念新兵连，怀念谢教官了？兄弟们，好东西来了！他化身小青花白娘子，他会来报恩的，他真的会来报恩的。太棒了，完美。兄弟，你能不敲我狼外曲吗？吹吹吹吹，吹吹。哎，王班长都是这么喂的呀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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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了就，你吹。这个蛇是熟了啊，好，你们这个蛇怕蛇的，哎，给我夹一块吧。海盗，你少吃点，晚上人家来找你。又找我？不是让他明天来找我吗？我还想再来碗。厨师就爱听别人说做的好吃。你们细节还是细节，疙瘩汤就是有点细节问题，细节太大了。